那晚我在图书馆，我刚抽出一本书，跟一个女孩的目光对视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赶紧转移视线，假装在挑另一本书。抽出了另一本书后，又看到了那个女孩，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确定。 我看到的两只眼睛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作者真实的故事。那天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双眼微微睁，床头好像站着。 一看，原来是一架。哎，吓死我了，睡迷糊了。人在看恐怖漫画、电影、小说等等时，精神紧张，身边的能量场。 会因此产生微弱的变化，很可能吸引到周围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因此这种时候就会发生了第一时间。夜里在一片漆黑中看着手机里的这段话，真有点让人毛骨悚然。哎，嗯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擦不掉啊？难道是手机坏了吗？ 这不是小倩送我的除螨霜吗？想起那个贱女人就生气，抢我男朋友。用一下应该没事吧？这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送我的，那时候她还不认识我男朋友，应该不会给我假的吧？队长，这个人跟前几个受害者一样，都是抹了一层让螨虫快速变异、巨大化的药膏。